大家好，我是徐老师。今天我们来讲 AMC 10的一个专题，就是 Base K Numbers，或者说 K 进制数。K 进制数呢，它的 idea 实际上是比较简单的。随便举个例子，1234，它是一个十进制数。那么这个数实际上是这个一对应的是十的三次方，这个二对应的是十的平方，这个三对应的是十的1次方，那么再加上四。那么同样的道理，比如说我举个例子，5613，它是一个七进制数，那么它实际上这个五对应的是7的3次方，六是7的平方，一是七，然后再加上三，这个我们转换成十进制数，我们用计算机算一下，就是5×7的3次方加上6×49加上七加上三。这个会算到2019，那么同样的道理，反过来就是说，如果给你一个2019，它是一个十进制的数，它让你转换成一个数 base k number，这个怎么算呢？那就是用2019先除以7的3次方，这是最大的嘛，会算到五，然后 remainder，这个我们算一下，2019除以343会算到五，remainder 304，然后再把304除以七的平方，这个304除以304除以49会算到6，remainder 10，然后再用这个10除上七会算到1，remainder 3，所以这个五呢就相当于是在这个千位上，然后六一三，这个是一个七进制，这样就把这个十进制转到七进制了。实际上就这么两种转换方法，它的 idea 是比较简单的。那好的，我们具体就来看一些真题吧。What's the greatest possible sum of digits in the base 7 representation of a positive integer less than 2019？这个我们需要解释一下什么叫 base 7，就我们的 number system，就我们平时的数字都是 base 10，就是说分十进一嘛。那 base 7就是说它是分七进一，就比如说正常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到八的时候，它就变成十了。就我们十位就正常八，它就写在 base 10里面就写成十了。然后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3、13、14、15、16到17的时候，它又进位了。就比如说，它这个7对应的是10，然后8对应的是11，然后等它变到14的时候，它就变成20了。所以相当于是我们看到一个 base 10的一个 base 7的几位数。它这个位数对应的数字是正常的吗？这个位数对应的数字，比如说就是7×这个数字，这个位数对应的数字是7的平方×1个，这个位置对应的数字是7的3次方×1个，这个就跟我们十位数，它这个对应的是10×1，这个对应的是100×1，这个对应的是1000×1一样的道理。那么他问的是 What's the greatest possible sum of digits？那就是把这些 sum 加起来最大。那我们知道它最大的肯定是六六六，然后这个数字不知道，我们现在就要把这个数字算出来。那么这个六它还是六，这个六呢就会变成6×7，这个六呢就加上6×7的平方，然后这个数字比如说我们说它是 x 吧，就是 x 加上7的3次方，这个要小于2019，x 要尽量大。那我们算一下。这个是42，这个77是49×6，49×6就294，这个是300，已经有了342，那么 x×7的3次方就要小于，把这个减过去，2019减去342，1677，然后7的3次方是343，那么 x 最多就是四，因为如果是五的话就超过了嘛，所以 x 最多是四。那么 what's the greatest possible sum？那就是把它们都加起来，18+4=22。
好，第十八题，base 16 numbers are written using numeric digits 0到9 as well as the letter A 到 F to represent 10到15. Among the first 1000 positive integers, there are n whose representation contain only numeric digits. What's the sum of digit of n? 那我们先要算出1000，如果转换成一个 base 16的 number 会是多少？那我们知道它应该是一个3位数。具体的计算方式呢，就是先用1000，因为我们知道这一个数字百位是代表16的平方嘛。那我们先用1000，16的平方是256，先算什么数字乘以256最接近1000，那应该是3。然后这个算出来是768，然后1000减去768还剩下232。232我们算等于什么东西乘以16是最接近的？那这个232除以16应该是等于14，remainder 是8，所以这个是8，然后这个地方呢应该是14，14实际上对应的是字母 e，所以1000可以换算成3E8。然后我们再考虑具体的 numeric digit。那么首先，如果是一位数、两位数，因为它是 positive integer 嘛，一到99都是可以的，有99个。然后如果是三位数呢，那么它个位和10位分别可以都是零到九吧，那就10×10=100个。然后百位呢，可以是一，可以是二，三也可以，因为三的话，它这里1000已经是3亿几了嘛，所以90几都是可以的，所以这里又有300个，那么加起来就是399个。然后它问的是 the sum of digit of n，那就是21。第18题，这个我们没讲过，我们来讲一下吧。For some positive integer k, the repeating base k representation of base 10 fraction 7除以51 is 这个。What is k？它这个什么意思呢？就是，我们可以举个例子，就比如说 k 等于8，base 8，一个 base 8的数字，比如说123，它这个一呢就代表一乘上8的平方，这个二呢就代表二乘以8，这个三呢就代表三乘上8的零次。那所以，依次类推，怎样把这个 base k 的数字变成 base 10呢？就是这个二对应的是二乘以 k 的负一次，这个三呢对应的是三乘以 k 的负二次，然后这个二呢对应的是二乘以 k 的负三次，这个三是三乘以 k 的负四次，依次类推，它是两个无穷数列。那这个无穷，第一个无穷数列它的和是，第一项再乘上一除以，一减掉二，它这个二是 k 的负二次，对吧？它的那个倍数，而后面那个是第一项是三乘以 k 的负二次，然后再它也是个无穷数列嘛，一减掉也是 k 的负二次，这个加起来等于751，所以我们要解这个方程。这个的话，它上面是二除以 k 加上三除以 k 的平方，底下是一减去 k 平方分之一，那么上下同乘以 k 的平方，它就变成了2k 加3除以 k 方减一等于7除以51。那这个我们给它展开一下，102k 加上153等于 7k 的平方减7，所以 7k 方减去102减去160等于0。这个方程给它解一下，会解出来，7k 和 k。应该是16吧，我们看看这个数字就大概就知道了，所以这里减16，这里加10，刚好 factor，所以解出来 k 等于16。题，in base 10, the number 2013 end with digits 3. In base 9, the same number is written as 2679, ends in digit 6. For how many positive integer b does the base
B representation of 2013 and integers 3。那我们看，实际上2013呢，它是可以写成10的3次方乘上2，加上0乘上10的平方，加上1乘以10，加上3。所以你不管你怎么 base 几，实际上就可以写成这个小方框乘以 b 的，比如说3次加上小方框乘以 b 的2次，加上小方框乘以 b 的1次，加上3，要写成这种形式嘛？那所以说把这个3减掉之后，剩下的2010呢，应该是这个 b 的倍数，应该是 b 的倍数。那我们就考虑2010它的因式分解，2010可以写成2乘以5。然后乘以3乘以67，它总共有2乘以2乘以2乘以2等于16个 factor，它总共有16个约束。然后，其中1、2、3太小了是不行的，对吧？因为它这里要出现数字3嘛，所以要把这三个减掉，所以还剩下13种可能性，答案是13。好，第20题。A base 10 3-digit number n is selected at random. Which of following is closest to the probability base? OK，那我们知道一个 base 10的 number，它是从100到999，总共有900个数字。那一个 base 9 number，它如果是100的话，100到9，它是888了，这个是 base 9的 number。那么100它跨过来肯定是一个 2-digit number。如果888的话，它实际上就是8乘以99的 square，加上8乘以9，加上8。这个或者你可以考虑用相当于是1000的 base 9减掉1，这个相当于是9的3次方减掉1。九的三次方是729减掉一，这个同时都会算到728，所以它最多能够变到728。然后最小呢，base 11 可以给它转换到11的平方，这个一对应的11的平方就是121，所以它就是从121到728，总共减一下，减121加一，总共有608个数字是可以的，那么608除以900就是0.67，那答案就是 E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吧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